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ه الكريم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رب اشرح لي صدري ويسر لي أمري واحلل عقدة من لساني يفقه قولي اللهم آم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感谢大家今天来收听这个关于伊斯兰与科学的分享那么这个分享本来它的材料是够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的，但是今天因为一些设置上的要求，所以我要尽量把它压缩到半个小时，所以可能语速会相对比较快，希望大家能够谅解。那么在开始分享这个话题伊斯兰与科学之前，先有这样一个古兰经当中的一节作为一个铺垫。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Surat Ali Imran 伊姆兰的家属当中他说 A'udhu billahi minash shaitan rajim Inna fi khalqi samawati wal ardi wa akhtilafi layli wal nahari la ayatin li ulil albab Alladhina yathkuruna allaha qiyaman wa qu'udan wa ala junubihim wa yatafakkaruna fi khalqi samawati wal ardi rabbana ma khalaqta hadha batilan subhanaka faqina azaban nar那么在这里 Allah Azza wa Jal 提到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并且把这些自然现象全部都称作是 Ayat 迹象是为了有理智的人去观察和思考的然后他紧接着描述说 Alladhina yathkuruna Allaha qiyaman wa qu'udan wa ala junubihim 那些站着坐着并且侧卧着纪念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人提及 Allah 想到 Allah Azza wa Jal 的人وَيَتَفَكَّرُونَ فِي خَلْقِ السَّمَوَاتِ وَالْأَرْضِ 并且他们思考反复的沉思天地万物这里的这个 wa 这个 عطف 阿拉伯语的这个连接词就让我们知道 ذِكْرُ اللَّهِ 对 Allah Azza wa Jal 的纪念和提及与这个 فِكْر فِي السَّمَوَاتِ وَالْأَرْضِ 对天地之间的万物的思考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的他们俩是有关系的而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体现在了他们紧接着所说的这句话 Allah Azza wa Jal 在 Quran 当中所引用的这些人所说的这句话 Rabbana ma khalaqt hadha batilan 他们在观察天地万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的主啊你没有徒劳的创造天地万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没有目的的一定是有目的的所以可以说他们观察天地万物观察自然界思考自然界的一个结论或者得到的一个裨益就是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并且认识到了他创造世间万物的意义和目的因为不可能这么缜密的一个系统不可能宇宙之间各种非常精妙的规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 Subhanak 你是多么的完美就是这样的说法甚至这样的想法认为 Allah 创造世间万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没有任何目的的 Subhanak Allah 是多么完美就在 Quran 当中每次出现有对于 Allah 来说不公正的或者非常偏颇的或者是就是简直让人觉得很荒谬的这样的说法的时候都会出现 Subhanallah 这样的表达比如说وَقَالُوا اتَّخَذُ اللَّهَ وَلَدَ سُبْحَانَهُ 有人说 Allah 有一个儿子 Subhanahu 他是多么的完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一个结论是天地的创造天地的存在一定是有意义的就通过观察天地间的这些规律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或者 Subhanak 的另外一个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观察天地万物之后更加的能够去称赞和感受到 Allah Azza wa Jal 作为创造者的那种超绝的智慧和超绝的力量就是我在高中学生物课的时候生物老师生物书上就北师大版的就有写说人体是世界上最精妙的机器没有科学家能够发明出比人类的这个身体更加精密的机器所以我当时就完全同意然后我的感觉就是 Subhanallah Allah 是多么的完美这个创造我们的身体的创造世间各种规律的这位创造者是多么的完美而最终他们说 فَقِنَا عَذَبَ النَّارِ 既然认识到了世间万物是由 Allah 创造的并且他创造了这些不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是用来考验我们就是 Allah 在 Quran 当中所说的 لِيَبَلُوَكُمْ أَيُّكُمْ أَحْسَنُ عَمَلًا 为了考验你们当中谁的行为是最更优秀的那么自然有这样信仰的人他们就
不断的在期待 Allah 保护他们免于火狱的刑罚，允许他们进入天元，这是可以说信仰纯正的人的一个特点。他们越是信仰虔诚，他们越是行为优秀，他们越恐惧火狱。学者们也说，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越是信仰很虔诚善行很多的人，他们这种畏惧感越强，越是敬畏 Allah 的火狱，越是信仰在边缘上，也没有多少善行的人，他们 越是感觉很安全， 不害怕火狱、所以这是对这个 ayah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具体的关于 Islam 与科学，甚至更广一点来说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那么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在 Quran 与 Ahadith 当中有哪些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是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内容，或者一些可以与科学有联系的内容。而第三部分就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它在当代人的历史知识当中通常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有很多种原因，紧接着会提到。第一个，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有这样几个常见的误解，或者说以偏概全的认识。第一个是说，宗教是因为古代的时候科学技术落后，人们没法解释自然现象，所以人们就发明出了一些所谓的超自然的这样的说法来解释自然现象，这是一种误解。那么这种误解其实对于一些宗教，对于一些比如说本土宗教，一些原始宗教，它是成立的。而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了更新和加深，那么这些很多原始宗教，很多这些本土宗教，这些什么萨满啊、巫术啊，这些东西就被取缔了，就消失了。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来说，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但是它并不适用于世界上的主流宗教。比如说，那就先谈第一点，后两点之后还会提到，我们先专注这一点。如果说宗教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们才发明它出来的，那么理论上，就你的一个逻辑的推演就是，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就不需要宗教了，也就不会信仰宗教了，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世界的一切了，我们已经可以用科学来理解一切了。那么理论上按照这个说法，按照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宗教了，那么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是科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信仰宗教的人越少的。这是一个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一个逻辑推演。可是这是真的吗？显然不是。举例来说，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个科技大国，是世界上的超强大国之一，他们已经送人类上了月球，送探测器上了火星，有无数颗的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转，在科学的各个领域，美国可以说都是领先于全世界的。但是在美国，据最近的调查，信仰基督教的或者说信仰宗教的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而这些有信仰宗教的人里面不乏大学教授，不乏科研人员，不乏 NASA 就说美国的这个航天总局的一些高级工程师。所以可见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让这个国家的人就觉得不需要宗教了，反而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一些其他的需求，让人们还是认为宗教和信仰是重要的。那你也许会说，美国不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可能会想来看一看世界上这个情况成不成立呢？根据英国卫报2018年的一个数据调查，他们也是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是国际上最为权威的独立调查机构之一。在卫报2018年的这篇文章中，他提到如果你认为宗教是属于过去的，而我们生活在理性的新时代，那么你需要查看一下事实。世界人口的84%都有宗教信仰，这些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普遍更年轻，而且生育更多子嗣，所以世界正在变得 more religious， 就是更加越多的人在变得有宗教信仰，而不是相反。虽然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就好像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尤其是中国人很容易觉得我们觉得好像很少有人信仰宗教信仰，怎么有84%那么多？那是因为其实世界上70%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集中在三个国家，那就是中国、捷克共和国和朝鲜。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区域，所以会有这样一种
可以说从在偏颇的认识，但是从一个全世界的眼光去看，我们发现实际上信仰宗教的人很多，而且还在增加。另外一点，就比如说还是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说，23%的美国穆斯林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就不是土生土长的穆斯林，不是父母不是因为父母是穆斯林他们才是穆斯林，他们是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而其中91%的皈依穆斯林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你会觉得哎，这个自由乐土，这个物质主义极端繁荣的世界和社会，怎么会有人去皈依，选择一个宗教信仰，去选择拿这些约束和规范来加到自己的身上，主动加到自己的身上。这可能很多中国人都觉得不能理解，但是事实情况就是这样的。第二个常见的误解是说这个是马克思提过的，他就提到过，他说 Religion is the opiate of the masses， 就说宗教是大众的鸦片，是穷苦人的鸦片，尤其是劳动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就说是社会上层阶级用来控制无产阶级，让他们持续在自己的这个社会阶层得不到翻身，并且要让他们满足于这个情状的一种政治工具或者一种手段，一种麻痹人们的一种方式，让人们觉得就是我的这样的境况，我的这样的这个社会层次和我的生活状态是，比如说用就是一些宗教会说，比如说像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些分支有这样的概念叫做轮回转世，在印度教一直到今天，甚至还有这个种姓制度，这个 caste system 会提到，就是说一些家族的人生来就比另外一些家族的人要贱，要生来就比一些其他家族的人要贵重，或者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等级的区分，而他们会说你是永世不得翻身的，你一辈子只要你是这个姓的，只要你是这个家族的，你就是这个命运，你就是做下苦人的命运，你就是做奴隶的命运。如果你想要翻身，那你这辈子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崇拜神，你下辈子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在佛教的一些分支里也有这样的说法，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社会里也有说啊，你们这些穷人为什么穷呢？是因为上辈子做了坏事，那么你这辈子好好的侍奉佛祖，下辈子就能够成为富人，就能够翻身。有这样的一些现在看来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些虚妄的说辞，让人们产生一些虚假的希望，觉得哎呦，那我就受苦吧，那我就忍受这样的压迫和不公正吧，因为我有后世，或者说有天堂，或者说有转世，用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去可以说让这些人安稳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被压迫的状态。所以根据我刚才这个解释，那么这个可以说不是一个误解，它对于一些特定的宗教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些特定的文化环境当中确实是成立的，也确实这样发生过，但是它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的这个世界主流宗教，尤其不适用于伊斯兰教。比如说伊斯兰教它一点都没有鼓励你用放弃今世的方式来获得后世的生活，伊斯兰教它鼓励你通过积极的在今世耕耘来获取后世的生活，伊斯兰教它鼓励你通过就是尽到自己的责任来获得造物主的喜悦，那你的责任就包括自力更生的去供养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有义务的那些人，然后让社会变得更好，然后去维持正义，所有这些都是古兰经当中提到的一些概念。所以它并不是说你后世会很美好，所以你就放弃今世吧，不是的。我们的宗教是一个 رَبَّنَا آتِنَا فِي الدُّنْيَا حَسَنًا 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ا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这个 دُعَى Allah 在 Surah Al-Baqarah 当中提到的，说的是 Oh Allah， 我们的主宰啊，请你给予我们今世当中美好的以及后世当中美好的，并免于我们使我们免遭火狱的刑罚。所以这一点对于伊斯兰教是不成立的，对其他一些宗教也会有不成立的情况。况且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个是真的，就是穷苦人没法翻身，一直在这样一个穷苦的状态，所以才会信仰宗教，那么理论上还是逻辑推演一下，那么随着人们的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的社会地位的提高，随着人们变得更加有钱了，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宗教了，理论上就也不会信仰宗教了。但是又一次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次我们来拿中国做一个例子在应该是叶小文先生写的《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他2006年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中国现在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而且他说这半个世纪，而就是从60年代开始往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这段时间。他说在这半个世纪，为前一个半世纪增长总和的10几倍，
那么显然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更多的人开始信仰宗教信仰了，而不是不信仰宗教。2018年，就是大概10年之后，11、12年之后，在这个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当中，提到这个新华网的文章，提到在2018年，我国的宗教信众已经有了将近2亿人。那么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有宗教信仰的人增加了1亿，这个几乎比人口增长速度还要更快。所以可见，经济发展和你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你的购买力的增强，和你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并不会让人们远离宗教信仰，而事实反而是人们更加愿意去相信一个宗教。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有一个叫著名的叫做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心理学上，他提到就说人类的需求是有这样的层次的，而且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生理的需求，那它就包括吃饱喝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的这个生活所需，并不是人类唯一的需求，实际上是人类最低的需求，是最低级的需求。在满足了生理需求之后，人们会想要安全，即便我们把生理、安全、社交这些都当作是，就说这个人类的基础需求，那么再往上，人类还有被尊重的需求，而最高还有一个 self-actualization， 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任何一个人就根据马斯洛这个需求层次理论以及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调查，他们的结论就是人不可能吃饱喝足然后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了以后就觉得好就这样吧我就满足了，不可能的。人的需求比这要多，比这要更高级，比这个层次要更丰富。所以人在满足了自己的物质条件之后，一定会说我还想要满足我的精神需求，我还想要获得意义，我还想要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死后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是人一定会问的，尤其是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是更加会倾向于去问的。当然这是一个搞笑的图片了，就说除了这些需求之外，最低的还有电量需求和 WiFi 需求。那么第三个误解，或者说以偏概全的有偏颇的认识，就说也是很常见的最笼统的一个，就觉得宗教和科学是冲突的或者矛盾的。这个在东亚地区，在中国尤其常见。有人觉得你如果信仰宗教，那你就是反科学的，或者你就是怎么说不相信科学的，或者你就是抵触科学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说是很幼稚的，显然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宗教与科学也不是完全冲突和矛盾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就说宗教与科学是矛盾和冲突的这个概念最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西方人，因为现在这个学术界是以西方文化主导的，所以我们在做学术的人会提到这个叫 Eurocentrism 或者叫 Westerncentrism， 就是现在的学术界是西方中心的，或者说是以欧洲中心的，因为近几百年来主要是西方人在主导学术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术环境下，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大框架下，西方人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一方面你看到很多论文谈到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他谈到的是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这就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体现，而且他们在思考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的时候，那么既然他总是想到的是基督教，他就会拿基督教的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来作为一个参照来去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被作为了一个范本来考虑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那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宗教与科学是冲突的，是矛盾的，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因为他们有这样一段确凿的历史，那就是中世纪的欧洲，我们把这段时间叫做黑暗时代，这个是西方历史学家叫的 The Dark Ages， 黑暗时代。那么在这幅图中看到很多兄弟姐妹们在历史课上也一定学到过，那就是教会统治着社会，而且教会是非常专制的，教会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异端学说，与圣经不同的，与教会的论述不同的都会被认为是异端学说，很多科学家因此被烧死，哥白尼因为提出了日心说被烧死了，因为这与圣经当中的明文相悖了。所以在这样有这样一个历史做背景的话，那么显然大多数人就有这样一个创伤，有这样一个印记，会觉得宗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这段历史当中，在欧洲的基督教的教会统治社会的情况下，的确是这样的，
在绝大多数这个时空环境当中，宗教确实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事实上，西方科学的这个起源启蒙运动，它的一个基础就是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离，这样才导致了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西方人就觉得，如果没有宗教，那就太好了。正是因为我们消除了宗教的影响，科学才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才有了工业革命，才有了信息技术革命，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么美好的生活。所以宗教离我们越远越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在同一时期，非常不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因为世界上不仅有欧洲，还有这个非洲，还有美洲，还有大洋洲，还有亚洲等等。那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就不学了，出于各种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因。但实际上在同一个时代，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文明当中，西方历史学家们把他们称作The Golden Age， 黄金时代。就同样的，就是公元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这几百年的时间里，穆斯林文明是在穆斯林文明当中，科学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在各个学科穆斯林科学家们、学者们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就我前面提到的西方的这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科学的这个起始点，其实都是基于穆斯林学者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文献的翻译和传达，又一次传递到了欧洲，才有了这个星火，才发展起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关于这个黄金时代我的第三部分会专门去讲。那么你会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同一个时期为什么欧洲是黑暗时代，教会在迫害科学家，而同一个时期为什么穆斯林文明当中科学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当时的穆斯林文明也是很重视宗教的，也而且不是政教分离的，是政教合一的，是有哈里发的，是有这个宗教领袖的，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当时很多欧洲的这个新的科学发现是与这个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是不同的，与圣经出现了偏差。那么教会就觉得，如果这样的学说被接受，被广为承认，那么圣经的权威性就受到了挑战，那么人们的信仰就会被动摇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例子体现出了它与现代科学的明确不同的地方，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但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尤其作为穆斯林，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相信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降世给 Isa alayhi salam， 降世给耶稣的最早的那个启示，在 Quran 当中把它称作 Injil。 但是这个 Injil 因为有基督教徒没有就是努力的去保存它的原貌，所以发生了很多的人为的影响，它有删改，它有更迭，所以现在圣经当中的很多语言已经不是最早启示当中的，而是后来人们加进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就圣经当中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和偏差。来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么作为对比，穆斯林文明当中为什么科学没有被阻碍，就是因为古兰经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与科学相悖的地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提到，魔鬼又带他指的是耶稣阿里伊斯兰，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在一座很高的山上能够看见世间的万国，说明大地是什么样的？说明大地是平的。所以这一节就是说地球是平的，那么它明显与科学发现是相违背的。在古兰经当中第三十九章第五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 خلق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بالحق يكوّر الليل على النهار ويكوّر النهار على الليل， 他说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凭借真理创造了天地他 يكوّر 这个动词是包裹一个曲面的意思，曲线状的包裹，所以它同词根的 kura 就是球体的意思， kura tu salla 篮球， kura tu qadam 足球。而阿拉伯人在缠头巾的时候，因为缠的这个头是一个曲面的，所以他们会说 kawara， 这个动作叫 kawara。 所以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他的启示当中说，他用夜晚这样曲线的包裹白昼，用白昼这样曲线的包裹夜晚，那么再明显不过了。那么只能因为地球是球状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才会导致夜和日都是曲面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古兰经与科学的发现是相符的，而基督教徒的这个经典圣经明显与科学不符。另外一个例子
在圣经当中，诗篇104:5说，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说大地是永远不动的，那这显然又一次与科学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每天都是在自转的，每24小时左右就会转一周。而古兰经中说，Allah Subhanahu wa Ta'ala说，你见群山而以为他们都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呢，瓦黑亚塔马如马如萨哈布，他们都在像云一样移动。马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行走移动的意思。Allah Azza wa Jalla很明确的说，山川都是在移动的。那么很显然，当我们看山的时候，山是没有移动的，说明我们和山之间没有相对运动，那只能是我们和山都在参照另外一个参考系，有一个绝对运动，那只能是地球自己在动。所以又一次，古兰与科学没有发生任何的矛盾，但是圣经发生了矛盾。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古兰与 Hadith， 古兰与圣训当中的一些科学当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古兰经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伊斯兰的学者非常明确的知道，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宇宙间，在世间万物当中放置的这些规律，就是供我们去研究和发现的，就是供我们去探索的。所以 Allah Azza wa Jalla 没有必要在他的经典当中提到一切自然规律，我们既然自己通过观察归纳总结发现就能够得知，那么我们完全就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这样做。但是 Allah Azza wa Jalla 还是在他的经典当中提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迹象让我们来知道，或者说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那就是这的确是来自于造物主的启示。其中一个就是我 anzalna al-hadid， 在 surat al-hadid， 在铁这一章， Allah 说我降下了铁。长话短说，古代人可能不理解什么叫我降下了铁，我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天上下铁的，铁从来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但是一直到了上世纪，科学才发现，不仅是在地球，整个太阳系中的铁元素都是来自于外太空的，就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宇宙中来的。因为太阳的温度不足以形成铁，太阳表面温度仅6000摄氏度左右核温度2000万摄氏度，但是铁元素的形成需求上亿度，因此只能形成于比太阳更大的恒星。当一颗恒星中的铁元素到达一定数量，恒星不再能够承受，最终会爆炸，这个现象被称作新星或者超新星爆发。而这样的爆炸使得铁元素被放射出来，而就地球上的铁就是这样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 Allah 说我降下了铁，是与科学发现相符的。胚胎发育是一个可能很多兄弟姐妹们都听说过的古兰经当中的一个科学的迹象，那就是Allah 这是非常具体的，用很精确的很细致的语言描述了人类胚胎的发育的不同阶段。而一位非常著名的加拿大的这个胚胎学家 Bro, you remember what's the name of this scholar? The Canadian embryologist. You've seen him, right? Yes. Dr. Kayla or something. Keith Moore. Keith Moore, yes. Professor Moore. 叫摩里教授，他是加拿大应该是多伦多大学一个非常权威的解剖学和这个胚胎学的专家。那么他写的书在北美洲基本是作为教科书的，他对解剖学和胚胎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一个人士 Dr. Moore。 而他在阅读了古兰经之后，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胚胎学，然后他在读了古兰经之后就发现古兰经的描述与我们科学的发现是没有任何的相违背的地方可以说是非常精确的已经在1400多年前就描述了人类胚胎的发育过程。那么这个视频 Intensive studies of the Quran and Hadith in the last 4 years have revealed a system for classifying human embryos that is amazing since it was recorded in the 7th century AD. Although Aristotle, the founder of the science of embryology, realized that chick embryos developed in stages from his studies of hen's eggs in the 4th century BC. He did not give any details about these stages. As far as it is known from the history of embryology, little was known about the stag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embryos until the 20th century. For this reason,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human embryo in the Quran cannot be based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7th century. The only reasonable conclusion is that these descriptions were revealed to Muhammad from God. He could not have known such details because he was an illiterate man with absolutely no scientific training. 那么这个视频当中他提到的，他在一个是一个学术会议上，关于胚胎学的学术会议上，他提到
他说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接受到启示的时候，不要说有这样的关于胚胎学、解剖学的认识，连先知穆罕默德（（连读都不会，他是一个文盲，就他没有可能通过学习或者解剖或者做实验来发现这个人类胚胎的发育过程。所以他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古兰经中能够出现这样的描述，那就是他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所以当时就有记者问他说那么你这样说的意思是说你愿意相信古兰经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吗？他的回答是 I find no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this， 我觉得接受这个并不难。所以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甚至做出了一个理性的判断，就说这样的描述只能够是因为启示而来的。另外一个例子是 Allah Azza wa Jal 在古兰当中还是提到创造你们的时候，他说 في ظلمات ثلاث， 把你们创造在了三重黑暗当中。在人类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刚开始就受精卵，然后开始分裂，就变成两个细胞，然后四个细胞，然后八个细胞，一直分裂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有囊胚、原肠胚各个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膜的，它就是好多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像一个石榴一样。当它开始出现膜的时候，当它开始分层的时候，它分成了三层，这三层分别称作外胚层、中胚层和内胚层。就是 Subhanallah， 就人类胚胎发育过程唯一一个可以说有这个三分层的阶段就是三层，在三层黑暗当中 Allah Azza wa Jal 这样描述，跟就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所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相违背的。这个是百度百科上抠下来的，所以不可能是我在那儿胡编乱造的。另外一个有趣的，在 Hadith 当中提到的，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说，如果你生气你应该坐下，如果你坐下还生气你应该躺下。而在2009年，这是我在一个心理学的书上看到的，他们说 It is easier to feel angry while standing than while lying in a more helpless position， 还是2009年的一篇学术论文，是 Hermel Jones Peterson 写的。然后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们在1400多年前已经知道了，所以 Hadith 也是跟科学没有发生相违背的地方。实际上1400多年前就已经可以说预言了很多我们现在才知道的东西，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好，时间关系，我尽快的很快的讲一讲伊斯兰黄金时代，然后这个视频就要结束了。那么提到现代科学，大家觉得现代科学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如果学过历史的话，学过高中历史的话，就会知道现代科学的起源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欧洲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我又要问一个问题，文艺复兴的起因是什么？既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教会在专制的统治着欧洲社会，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模式忽然之间被改变了？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革命？为什么忽然一下人们就开始觉得我要有自由的思考，我要开始用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这一定是有一个导火索的，一定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源头的。而它的源头就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历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就略过英文了。真正的文艺复兴不是在15世纪，而是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文化复兴的影响下而发生的。这段话是一个法国的人类学家叫做 Robert Beaufort， 我试图用法语读，他读了写了一本书叫 The Making of Humanity， 人类的形成或者人性的形成。他说西班牙当时的哥尔多巴是属穆斯林管辖的，而非意大利，是欧洲重生的摇篮。欧洲经过长期的堕落已然陷入蛮荒，进入了最为黑暗和无知的蒙昧之境。而同时代的 Saracenic， 当时就是这是那时候的人对于穆斯林的称呼，在萨拉森世界，在穆斯林世界，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托莱多是蒸蒸日上的文明与智慧活动的中心，新生是从那里开始，进而掀开了人类历史的全新一页。当他们的文化影响被感知到的时候，新生的韵律就已经开始了。同样的，学者们说科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如此欣欣向荣有多个原因，其中一个动力是神学的。科学是一种感受造物的同源性的方式，而这是伊斯兰的核心讯息。就像我最早诵读的那一节一样，就是穆斯林们通过学习自然规律以及去感受它的那种缜密性，更加坚定的确信所有这些都是由同一位创造者、同一位设计者所设计的。而且伊斯兰教的宗教公修鼓励了科学知识的发展，比如说你去到巴格达了，你得知道麦加在哪里，然后你又看不到，所以你就一定得通过观察天文，一定得通过一些仪器来判断麦加的方向。所以这些宗教公修包括封斋，我们是僭越封斋、僭越开斋，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ramadan当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那就得有非常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所以这些都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所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我就说世间万物的存在其实对穆斯林来说有两重作用，一个就是让我们确定造物主的存在，并且感叹他的超绝智慧与力量，另外一个就是服务人类的。 OK，
学术的兴盛，我就举很简单的几个例子。 algorithm 英语里算法这个词，现在不是 IT 时代吗？什么大数据啊，这些全部都得基于算法。 algorithm 这个词是一个阿拉伯数学家穆斯林数学家 al-Khwarizmi 的名字命名的，而代数 algebra 也是他的著作 al-kitab al-mukhtasar fi hisab al-jabr wal-muqabala 里面的这个 al-jabr 拿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欧洲学者，被称作自由思想之父的 Giordano Bruno， 意大利人，由于坚持日心说被教会判处死刑。而历史学家们后来在他日记中发现，他的许多观点和思想都是受到了穆斯林学家 Ibn Rushd，西方叫做 Averroes 的学术成果的影响。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Dr. Owen Gingerich， 他说 The whole idea of criticizing Ptolemy and reforming his model was part of the climate of opinion inherited by the Latin West from Islam。就是整个这些想法是哪里来的，都是从伊斯兰那里继承来的，这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说的。而当时的巴格达是全世界的知识的一个聚集点，学术中心，可以说有一个叫做 Baytul Hikma 智慧屋，当时所有的文献都聚集在这里。而且这里可能不太清楚，大家看不到，但是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里发 Al-Ma'mun 为了激励翻译家和学者们的工作热情，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报酬。仅以翻译家 Hunayn ibn Ishaq 为例，他每翻译完一本书，哈里发就会给予他同等重量的黄金。这个真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哈纳拉。而且这两幅图是哪里来的呢？是在澳门最近有一个展览，叫做《1001发明：阿拉伯文明的黄金时代》，它一直会展出到10月27号。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拖家带口、携朋带友的去参加一下，非常有意义，重塑一下这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还有就是这里也提到，在穆斯林世界，无论是君主还是普通百姓，人人都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大家来拿这个检查一下现在的自己。所以最后作为总结，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那么我发现前面的三种想法都是误解，都是存在问题的，不是真的。而真实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很有用，它的有用在于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当中的一些原理和自然现象，但它永远不能提供意义，它不能解读事物发生，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义是什么。而人类是一个需要 purpose 需要目的的一种生物，所以在这一点上科学是提供不了答案的。所以要么就是你得自己创造出你的价值体系，而这几乎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尼采说了这个 God is dead， 上帝死了，他这句话并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庆祝，并不是对宗教的一种攻击。实际上如果你读过尼采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是一个很痛苦的一声惋惜，就是说既然上帝死了，既然欧洲人这种理性主义已经放弃了宗教的重要性，放弃了一个神的地位，那么接下来你必须要做的就是你要创造出自己的一个价值体系来替代之前的这一切。而人类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他预言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起码在我们欧洲文明里，我之后会引用到这一段，他说一定会是大型的灾难。他甚至预言到了就是意识形态会替代宗教而成立一种非常专制的控制，所以类似于像这个纳粹主义，像苏联当时的这种铁杆政权，这些都是他提到的例子，而确实发生了，他都预言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科学不能提供意义，所以宗教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另外一个就是就其实跟第二点也是相似的，科学并不能解释道德，它能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在没有不伤害母亲的情况下做到无痛人流，但它并不能告诉你这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该不该这样做。事物的正确与否科学没法解释，科学只能告诉你它就是这样的，它的发生的原理是这样的，它的过程是这样的，它的模式是这样的，但它并不能告诉你应不应该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科学的局限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就是应该批判性的看待科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科学一方面是它永远是暂时性的，有局限性的，就是科学不断的在发展，曾经人们奉为真理和圭臬的过了一段时间就被人们推翻，或者认为是错的，或者是不完整的。牛顿的力学体系曾经就是真理，但是当普朗克的这个量子力学被提出，然后当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之后，我们就发现哦，原来那个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是只适用于我们这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的，当物体的运动速度能够达到光速，那么这一切都不成立了。所以它有暂时的实现性，而且它有永久性的一个局限，尤其是当科学发现了波粒二象性之后，就物质既是波又是粒子，但你没法同时确定它作为波和粒子的性质，这个叫测不准原理的 uncertainty theory， 就你只能知道其中的一个，几乎像是就是自然世界在给你一个警告，或者说是一个 reality check， 一个现实的
通知就是你永远没办法完全的看到一切，你不是全见的，你不是全知的，你要么知道我作为波的性质，就是我的这个振幅啊频率啊这些，你要么知道我作为粒子的性质，我的速度我的位置，但你没办法同时掌握两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百度百科一下波粒二象性，或者测不准原理，或者光的这个双缝干涉实验，如果你看了以后 mind blowing， 你就真的就认识到科学真的是有尽头的，或者说科学让我们更加愿意相信人类的知识是一定是有限的啊。最后就有这样一个我没来得及翻译，他基本讲的就是科学的局限性在于还是他没法解释意义。一个科学家他层层递进的从这个生理学一直往下到这个分子，然后到细胞学，从细胞学又到了分子，从分子又到了电子，就是到这些基本的粒子，然后到基本粒子以后发现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那生命跑去哪儿了？就说你看人类是有生命的，然后往下系统是有生命的，系统往下器官是有生命的，器官往下组织是有生命的，组织往下细胞是有生命的，然后细胞里面就是一些细胞器，细胞器就是分子原子电子，而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那生命跑到哪儿去了？他就发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这个科学的探究的过程当中我失去了生命，所以发现科学是一个很 fragmented 碎片化的，他没法把这些东西全部联系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尼采，他说的他就当时说的这个上帝死了是一种恐惧，可以说他担心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因为既然人们没有神了，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切意义都需要人类自己来创造，而人类又没法去阻止必将死亡的这个事实，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我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我最后都是得死的，我帮助其他人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也得死的，所以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虚无主义的趋势。而他说20世纪的像纳粹主义啊，像这种极端的这种民族主义啊，其实都是一种虚无主义造成的。既然人没有了一个与神的联系，那我就得把自己纳入到一个集体里面，就是一种集体主义 totalitarianism， 我就得跟我的民族或者我的国家或者我的政权有非常强的联系才能够有意义，而这造成了很多的灾难。我们在上世纪已经看到了上百万人的死亡都是这样的一种趋势导致的。好的，最后回到这一节，我开始的这一节很有趣的是，你看科学，因为我教过科学，我教过初中科学，我们说的 scientific method 科学方法其实就是简单来说是四步，叫做 observation 观察， hypothesis 假设，就是你观察到了一个现象，然后你想这是为什么，然后你来假设一个解释，假设了之后怎么办呢？ experimentation 实验，看看它是不是确实这个导致的，然后最后 conclusion 结论，如果是呢，那你就解答了一个科学问题，如果不是呢，你再提出一个新的假设，直到你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我们来看 subhanAllah Allah 的这个对这些观察天地万物的人的解释， يذكرون الله قياما وقعودا وعلى جنوبهم ويتفكرون في خلق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他们观察天地万物，这是第一步，观察 observation。 然后 ربنا ما خلقت هذا باطلا， 我们的主啊，你没有徒劳的创造这一切。他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这一切的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然后他否定了这个假设，结论是不可能是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不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那就是隐含义了，这一节中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这一切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是被创造，而且他相信古兰经中所说的 يبلوكم أيكم أحسن عملا， 为了就是考验你们中谁的行为是更优秀的，而他们觉得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所以根据这个结论 Subhanak 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你是多么的完美，保护我们免于火狱的刑罚，这样就有意义了。所以实际上你看Allah 所描述的这些纪念 Allah 思考天地的人是在遵循的这个 scientific method， 是非常科学的一个方法，可以说而在这一节就可以说是我们穆斯林对待科学的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们欢迎科学，我们拥抱科学，但是我们有一个最终极的追求和意义，我们知道科学只是一个工具，是一个途径，像一个坐骑，是一个交通工具，它的目的我们利用科学，通过科学让我们更加确信造物主的存在，并且更加赞美他的这种超绝的智慧 与能力，并且因此而更加愿意去崇拜他，更加有动力去崇拜他就像你看到一幅特别美的画的时候，你会很想见这个画家，你读到一篇特别美的文章的时候，你会特别想这个作家，而当我们看到这样完美的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会特别想见他的创造者。而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说，谁如果想要见到 Allah， 那么 Allah 也想要见到他，谁如果不喜欢见到 Allah， 那么 Allah 也不喜欢见到他。我把这则 hadith 作为最后的一个结束，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对大家有益。 جزاكم الله خيرا سبحانك اللهم وبحمدك أشهد لا إله إلا أنت أستغفرك وأتوب إليك وصلى الله وسلم وبارك على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جزاكم الله خيرا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The one, the one, the one, the one